修行人最怕会废话，因为会障住你的前行。就这样，一大堆理论还不如一点实修实练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所以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，哦，不要再去天天研究那么多文言文，没用的。所以行听经还要行经，就这样。所以又回答了释传者讲，看到这个佛菩萨像哦被损毁，哦佛书被烧，哦，所以要在这中间了悟什么是永恒的，对不对？什么是永恒嘛？你以前你心中那是永恒，永恒东西在你面前，你告诉你那不是永恒，所以这一刻你在修，你在修什么呢？所以你必须修得那永恒的真理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如何取舍，哦，所以每一天呢，各种可能性的思维、新闻，哦，各方面顺逆之间都是教材，只是看你会不会用。所以只要是教材，就会在我们的身心灵的进步上有所滋润，对不对？那看你会不会转，哦，所以穷则变，变则通。你在这个议题上特别的薄弱，不代表你下一秒你还在薄弱，但你不愿意学习，不愿意了悟，就有可能生生世世都在这课题上滑铁卢。所以很多人，哦，说怎么会我一直在什么问题上一直翻船，一直翻船。你不要说这辈子，这辈子没弄好，下辈子还是翻船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难道你心中不会觉得可怕吗？你应该更加有所了悟，赶快抓住时间机会，赶快学习拨转，是不是给自己一个可能性的发展？所以一忙了，哪有时间道人是非，说人长短啊，捏造虚伪事实，自扰扰人，是不是骗神又骗鬼又骗天地？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些那么多的时间搞这些东西？所以这就是抉择，你要不要好好的实修实练，直到成圣成仙，还是直到成佛？你喜欢成佛你就成佛，是不是？还是要成什么？就是看你自己的定位。哦，这很多的东西讲来讲去，讲多无益，不如做吧。